得可厉害了。我醒醒醒醒，不要自己吓自己呀、啊！病毒传播啊，主要由以下三种途径：一、飞沫传播，是指通过咳嗽、喷嚏、说话等喷出的飞沫来传播，通常传播距离只有1到2米。气溶胶传播，气溶胶是小于10微米的颗粒，因为很小很轻，所以可以长时间在空气中漂浮着，传播范围也比飞沫来的更大更广。三、接触传播，是指直接接触到携带病毒飞沫的衣服、手或其他物体而感染上病毒。但是我们只要做到以下这几点就可以预防了：公共场所，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，都要戴好口罩，勤洗手，不要轻易用脏手去摸眼睛、嘴巴和鼻子。出门在外要与他人保持1米左右的安全距离。特殊时期，你们还知道哪些好办法可以预防病毒呢？赶紧留言告诉我吧。